开始要抓取资料，那怎么抓取资料呢？其实啊，上礼拜也特别跟各位强调，那刚刚特别这个地方哦，如果你按右键哦，这选举其中一个，你要说按右键检查，然后这边右边会出现，你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点或拉过去，其实它可以调整哦，然后呢找到的位置慢慢习惯哦，它的 table 在第几个，你可以用寻找甚至它这边有 class，这个等一下再讲然后。TR 里面有 TD TD 有几个，而且前面这个可以展开或缩放。OK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要把资料给抓下来。那总共有几列呢？OK，你会发现啊，这边但你可以用算的啦，或者是说你如果不用算的话，你当然可以，就是再用其他方法等等的那如果我要抓取这个资料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写好这个程式，所以这个。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我要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区块的资料抓到我们的 Excel 里面，有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格，抓下来 Excel 本身也是表格，就刚刚好 match。OK，那程式部分的话呢，如何撰写首先的话，当然我们是拿之前的气候来做修改那改的地方的话呢，大概我们有几个地方做修改第一个，我把这一段上个礼拜讲的这一段OK。把它怎么样？把它干脆直接拿来用好了。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存到档，你就是直接把这边的 sub 到这个 end sub 这一段把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我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那我就另外再开一个新的 Excel。那只需要在这个 Excel 里面的开发人员的 Visual Basic 里面那我们的这个是应该是活页部二吧？活页部二这个里面的这个是一个专案，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程式就写在记得要写在这一个档案里面OK 你不要写在别人家，因为每一个档都各自有各自的写模组的地方，所以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然后在这边撰写写的方法的话呢，就是。把之前的气候啦，其实我们上礼拜有演示，我就不演示了。把气候拿来改就可以。那改的方法的话，有些部分是一样的，你就不需要去重写。哪些地方一样？第一个一定这个开始，我习惯是把这个网页全部清空嘛，然后呢再呼叫那个 IE 浏览器，把它放到 这个 VBA 里面变成一个物件。那物件名称就叫 IE 啦，那另外再来的话，它这个 IE 物件里面有哪些方法呢？第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叫 navigate，就是顾名思义嘛，意思说把那个网址有没有贴到这边，让它去帮我移到那个网页，也就是说开 IE 浏览器，然后把这个网址在哪里？其实这个网址就是刚刚这个网址啦，所以你把这个网址 Ctrl C，然后呢把它 Ctrl V，Ctrl V 贴到哪里了？Ctrl V 贴到这里。贴上就 OK，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它本来是叫什么加权股有没有？加权指数的这个名称是看得懂的有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你把它贴到这边之后它变一堆的乱码跟各位讲，因为编码方式不一样这个网页上面的网址的编码方式跟这边的编码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一贴过来它变乱码，这是正常的。OK，你不要特别去把它修改，反而有时候修改反而没修改没事，一修改的话就出事。不过各位也可以试试看你把它改成加权指数，看看可不可以。其实可以试啦，因为我说真的，我有很多东西没有答案的，那怎么会知道答案？你就试了才知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question，有问题，那问题怎么有答案？试了就知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啦，你说老师，你这程式怎么写的？当然我已经试过了，而且我试过 N 年了，我 N 年前就开始试这一段程式了，试到目前为止，我是觉得已经稳定的状态，然后我就拿来上课了。OK，不然的话有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那我怎么上课？OK，像有些老师是直接拿别人程式来上课了，不过问题是别人的东西还是别人的东西啦，有些东西不是自己写的就感觉不踏实。所以我的习惯是还是每一行基本上我都一定要都完全了解，我再把这个程式这个分享给大家，那以后你们就照着 run 就好了，应该也没什么。再来的话就是连到那个网页需要等一下，为什么需要等待等待的秒数会因为那个网站的
连线状况而有所不同。那当然你秒数越多越不容易出问题，但是秒数越多你要等越久，所以这个秒数多寡哦，可能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吧。 OK 哦，那应该懂的意思吧，因为网页载入一定要时间吧，没有说你一啪一下就马上，除非你家的是什么光纤，现在最多是多少双向200Mbps 吗？是不是？可是200Mbps还要看那个对方的主机有那么的快吗？你家快，可是问题人家不快，那也是慢嘛。就像说你先要车子跑很快，但是问题是你上高速公路之后，你的车是那种老爷车，那跑不动，你这个无限速，你到无限速公路还是跑不动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让它等一下。哦，我这边是预估大概至少5秒钟，让它等一下。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就抓哪个 table。所以哦，后面部分呢，哦，特别注意这个语法，同学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就是说这一个语法了哈。这个语法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利用 IE 这个物件，里面的 IE 物件里面会连到那个网页的话呢，相对的那个网页整体结构就是一个 document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我们检查之后哦，你们刚刚看这个 document 是什么？这个 document 哦，其实就是这一整个啦，这整个就是 document。那你会发现到上面不是有个 elements？Elements 指的是说这个 document 里面的所有的元素啦，所以而且加 s 嘛， elements 就里面所有东西。那如果我要去抓里面东西的话，那我要用什么方式去抓呢？当然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那个 tag name，tag 就是标签嘛。那标签前面一定有小于符号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概念嘛。所以哦，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透过这个叙述叫 by tag name， 有没有？所以其实哦，虽然这个方法很长一串啦，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句话啦。get 有没有 elements 嘛 ？by tag name， 所以其实它应该是几个字啊 ？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所以把5个字哦，全部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方法。哦，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有些命名的地方啊。但一般人看到这一串方法就头晕的，这什么？我怎么背得起来？啊，其实如果你假如说用那个直觉的，啊，其实它就是一句话嘛，对不对？啊，只是说它把它串在一起，你会觉得很长。但实际上啊，如果你把它全部接在一起，就还好啦 OK 哈，而且这单字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单字啊 ，get 嘛 ，get 有没有？Elements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Elements 也许对有些同学来说不是那么常用的单字，但是也不会很长嘛，对不对哈 ？Elements 有没有？不好，不能拼嘛。By tag name，OK，那就 tag 就是那个标签，小于开头那个就叫 tag， 名称。所以 tag name 里面的话，蛮常遇到，就像 table， 有没有？像 tr， 像 td， 啊，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针对什么？针对 table。哎，啊 ，table 刮胡后面是找第几个？那因为我们刚刚算出来是第18个，可是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这边给第17个？应该知道意思吧？因为编号从0开始，但是网页上面是从1开始，哦，所以这边记得一定要把它减一啦。这它原理原则知道的话，那以后套用不就好了？我是觉得啦，哦，真的没那么复杂啦。OK， 哈，哦。而且这些我觉得已经把它简单到不行了，因为我刚开始哦，我看到的资料真的是像天书，而且很多人分享真的也是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而且写了一大堆哦。好，我只是把那一大堆我觉得不需要全部把它去掉，剩下的需要的就留下来，不需要的全部都剔光了。OK， 好，啊，再来做什么呢？啊，所以哦，你找到那个 table 之后啊，那可是问题，你找到那个 table， 你要把它抓回来的话。你要有个地方给它放，所以啊，前面有个叙述叫 set， 后面有一个这个名称啊，这个名称自己取 ，tbl 有没有？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你叫 t 也可以啦，你叫 a 叫 b 叫都可以 ，set 后面那个名称呢，我自己取的，因为 table 简称就 tbl， 哎，这样比较好记。那意思就是说哈，把这个网这个刚刚那个网页里面的。第18个 table 帮我抓回来之后呢，哎，帮我放在这里啦，有没有？就有点像哦，你先帮他放在那边啦 ，OK， 啊，这样不就有点缩小范围了？
就是把那个网页的第18个 table 抓回来就好，其他不要，我就要这个就好了。OK， 有没有就是缩小范围了？好，那第一个缩小范围，可是问题 table 里面我们最终是要抓里面的储存格啦，所以还没有，所以第二步是抓列。啊，怎么抓列？所以要再来把 TBL 有没有？里面呢再去抓一次，抓 TR。OK，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哦，我不用什么？我不用 IE 啊，因为如果你用 IE 会怎么样？它会啊 IE 点 document 啊，有没有？它会变成说呢，像前面这个地方有没有？是用 IE 点 document 有没有？然后去 get 前面是 table 啊，底下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跟上面一样就好？如果你写这样的话，它会把这个整个网页里面的所有 TR 都找。那会太多了，因为不这个里面 TR 一堆嘛，所以如果我要缩小范围的话，那我就直接怎么把这个地方改成用 TBL 里面的哦，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个 table 里面再去找 TR， 所以不会找到这个 table 以外的啦。OK， 就是要找这里面，所以找到的话，理论上就是找到这一个 table 所以这个 table 哦里面的一个、两个、三个，所以找到它里面。这个 table，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什么，这个可以把它，在这个底下对不对？这个 table， OK， 这个是上面的 table， 应该在这里，所以这个可以展开，有没有可以缩放的？这个箭头如果向下表示展开，向右表示就缩放，就这一块就对了。把这里面的所有 TR 全部抓下来，所以呢会放在哪里呢？又一个名称，因为你抓下来之后它一定不止一个，里面的话很多列嘛，那我就把这里面的这么多列，这里面的第一列，从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一直分别什么，全部抓回来，所以放在 TR， 那你会发现我名称取一个叫 S 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止一列嘛，有没有？可能有20列，那全部都放在 TRS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呢，后面为什么我会跑一个回圈？因为这个 TRS 里面不止一列嘛，那我需要把它每一列里面的这个储存格的资料通通抓取回来的话，那我就势必什么？假设它里面有刚好就20列，为什么20列？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列嘛，对哈？这个是第二列，然后这个是第三列，所以假设我要抓到是2004的话。那也就是说2021减掉2004等于多少？17嘛。17 18 19。对吗？ 19， 那总共0到 19， 0到 20， 对，减掉还在加一，所以总共是这边有18列，对不对总共18列，然后呢再加这一列，再加这一列，加起来不就刚好了？刚好20，所以我就它的TR 的话一定是从0开始，0，那所以20的话0到多少？19嘛。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所以那时候我全部抓回来的话，那我就写什么 ？For i 等于0到19，然后呢分别再帮我把那个 TRS 里面的每一个，因为一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阵列的标，一个名称啦，所以一列的话，所以那列一样从0开始，那第一列的话呢，就是 TRS0 小刮胡，里面帮我把里面所有的 TD 通通抓出来，放哪里呢？一样就放在 TDS 里面 ，OK 再来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我抓回来的东西呢，那我需要什么？把它分别放在这个储存格，哇，这个储存格。这也是我想出来的办法。如果你要把这个里面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抓出来，有个语法，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text 里面的资料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它会有那个什么外面的标签。如果你只是需要里面的资料的话，就是这个啦。inner text 实际上就是我要的这个资料呢，它基本上的话就会放在像这个的 inner text， 就是 TD 有没有？就是标签以外的里面东西啦，这个叫 inner text， OK
那我一个一个把它抓下来之后的话，那就是这样写。那我要怎么全部抓下来？我多一个 J 等于0，也是0到哪？那个总共有几个？这个 TDS 指的是有几个储存格，点 X 就是总长度哦，总共有几个？所以哦，比如说像第一列好了，第一列有几个？有，年度，OK， 然后在1月、2月、3月，所以总共有4个。 那四个的话，编号是从多少？从0开始，0123嘛，对不对？所以到3，0到3，啊，总长度多少？有4个嘛，所以我的写法这样哈，OK， for 0到，lex 减1，为什么减1啦？应该知道吧？4个嘛，啊，因为编号只有到多少？到3嘛，啊，这一定要减1啊，这个应该蛮常见的，这个很多。 地方写法都一样，那再来比较麻烦是说，那我要怎么样放到储存格的哪一栏哪一列？哎，那因为我的 i 从0开始，可是问题哦 ，i 指的是 列，那问题是列哦，一定是1123421再到20，可是我的编号是0开啊，0的话有第0列吗？没有啊，那怎么办？所以我这边有个加一，有没有？意思说我要放在哪一列？那 j 的话是栏。 哪一栏？那 J 也是一样等于0，0的话有第0栏吗？没有啊，只有 A 栏。不过 A 栏呢，你可以用数字 ，A 栏其实用1也可以，2也可以。所以啊，你会发现这边是啊，帮我放在第一列跟第一栏，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分别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啊，全部下载完之后的话呢，那就自动在 Auto Fill。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哈。所以执行，让它去抓这个网页的资料。 然后让它等个5秒钟，把那个 table 抓下来，但列也抓下来，剩下来的话就是把它的资料抓下来。那我这边设个中断点，让它往下跑，然后把它的什么里面的储存格资料抓下来，好，然后放在这里哦。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放什么？放年度吧，这应该是 inner text， 应该是年度，好不好？年度就过来了。然后再来下一个，应该1月，有没有？再来2月，再来3月，再来，好 ，OK， 好。 所以哦，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就抓这个1234，帮我放在刚刚的位置，放在那个对应的那个 sales 的相对位置。不过这个地方可能，其实说在，会写的很简单，但是不会写的同学，你回去想想看了，反正大概规则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一下子想不清楚，没关系，回去再反复再去思考。好，如果你这个会的话啦，以后要抓。 网页的资料就会很简单的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啦。这个网页我觉得已经算是复杂度相对比较低的了 ，OK 哈。那再来的话呢，就下一列。所以呢，我抓到下一列之后的话，那下一列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一列嘛，就是开盘收涨跌，然后百分比。所以这个的下一列是这个 table 的下一列，这个 T 啊，下一个 T 啊，就这个啊，可以把它展开。 那再来就开盘的 inner text 开盘，然后有没有这个？如果要通通把它抓下来的话，那一样嘛哈，你就是把它整列抓下来，然后把里面的 TD 全部抓过来之后，一个一个 塞 到这边。所以啊，理论上这边应该是，开盘有没有？然后收盘跌涨跌百分比有没有？以此类推，通通都把它全部跑有没有？那跑完之后的话就下一列啦，所以底下的话呢？ 也就是把这些资料全部通通都 OK 了，然后把它全部跑完好了。那其实说真的，大概细节就是这样的。其实说真的，说穿了也没什么，最后自动调整宽就完成了。OK， 可是我发现虽然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啦，可是说真的，在网络上面哦，还真的很难找到这么简单的程式码。大部分有提供的哦，可能相对哇一堆，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 哦，有没有 VBA 用那个 IE 物件去存取的？其实有蛮多的分享，但是写的可能没那么简单的。当然你可以调整没关系，有些东西哦，我因为我觉得暂时不需要那些程式码，所以我没加。但是需不需要加，这可能你可以自己再斟酌。OK 哈，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没关系。OK 啊，所以哦，所以这样子应该啊，这个程式码其实就是云端上面有的，所以你们其实可以再从那个。 云端白板的这个地方一模一样，好，我把它抓下来。那上个礼拜的话，其实哦，还有改变一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地方叫做
把 get element by tag name 有没有改成什么呢 ？get 一样 elements 哈、哦、by 这个什么关键地方叫做 class name。因为你想说，就会有同学说，老师你这个 table 哦，要算每次要算很久哎，而且要一直往下、啊。如果那个网页如果 table 啊100个，那不是要按100下慢慢找吗？哎，对，也是啦。OK， 不过一个网页要100个表格的机会其实不高了，大概有几十个算是多了。像这个网页的表格数量算多的了，所以我倒觉得还好。所以下面这个方法你不会也没关系啦，但是会更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网页里面哦，还有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这一个 table 它后面有一个叫什么 class， 有没有？那这个 class 其实也可以哦，当成是抓取它这一个表格的特征嘛，因为那你想说这 class 有多少？所以其实哦，也是除了找 table 之外啊、哦，也可以用 class。那 class 有个方法，就点两下，然后把这一串复制一下，然后 Ctrl C 嘛哈、哦、，Ctrl F， 然后把它贴到啊，它自动带过来哦。OK， 那你可以什么？去在这个网页里面稍微找一下，哎，或者是不要 class 的名，我看这个 class 等于双引号，这个不要了，我看。哎，总共啊，你会发现哦，这个网页里面哦，总共是这个 class 的，总共会有五个。那我们要的是第几个？我们要的是第，我看这个是第一个，这哎刚好是在第二个吧？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在上面，这个上半年、下半年，它刚好在第二个。所以哦，另外一种写法哦 ，OK， 这个写法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参考。如果你用不用刚刚这个方法的话，这个这一行把它注解掉，不用抓第几个 table， 你可以用这个抓哪个这个一样啊 ，class 这个大小写其实没差啦，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跟底下规则一样 ，get elements by 什么呢？下面是 tag name 对不对哈？你可以把它改成 class name。如果当前提是要你那个网页有 class 的状况哦，啊不也有些网页没有 class，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然后呢，把这个名称叫什么？叫这个的哦，把它抓取下来。不过它里面的话一样会有很多个，那怎么办？应该后面应该有个刮胡吧？第几个呢？因为总共五个嘛，那我们要第二个，应该要输多少？编号上面是12345，那这边应该多少？这索引值是从多少开始？从零开始，所以应该说输入多少？输入一吧。OK， 好、哦，有没有零开始？我们要是第二个，所以输入一，应该是像 OK 的。我看一下啊、哦，所以我这边我来试试看，因为我上次哎，我看一下上次的程式码，这边是没有加。啊，有了，这边啊，应该是有加一才对。好，所以这个程式应该是这边再补一个。好，这个如果没有补那个这个的话，应该会抓到全部，那就会出错。OK， 好，那试一下啊、哦，所以要、哦、执行一下，一样把它清空，然后用 class name 来抓的话，而且是抓总共五个一样的 class， 那我抓第二个就好。哦，啊、一样把它抓下来。哎 ，by tag name。TR 这里面名称是不是一样，我看一下这个，哎不对，应该是这个名称哦，那这个名称要改一下，所以你就把这个名称点两下，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这个开啊、哦、这个才对了。 OK， 好，把它再往上倒车一下，然后让它重抓一下啊，抓这个，哎，有了啊，这个好像底下就没问题。所以哦，我云端上面的这个名称好像要改一下，因为我好像是用之前复制过来的。所以啊，如果你用这个名称，这样子，这一行等于是另外一种抓的方法。你如果不用这个 tag name 的话，你可以用 class name。OK 哈、哦，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吧，好啊，其实底下应该 run 没问题，结果一不一样，一模一样，只是说多一个方法啦，好 ，OK， 那请各位试着把那个就是这一段程式哦，试着 run 啊，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单元啊，第五个单元是在这边 ，OK， 好、哦，试试看，打开之后了哈、哦，放在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二页，所以其实程式就是这一段了。